前方接近晶元舰防空区。啊，不好！黑战机太多了，冲不过去。我去开路。我也去。嗯。他们打得过那么多黑战机吗？猎天号可以帮忙。我的，魔鱼机能爆射，都不知道绕一下人家。磕什么头啊！大家给我上！不能伤害黑士兵。我火！没时间了，他们交给我，你们快去找混元帝。别打我们！我给你们带路。神兽战队，你们终于来了。是黑晶球，我们快毁掉它，把大家变回人类。别冲动，混元帝比你们想象的更强大。辉哥，没想到你也背叛了我。混元帝，别演戏了，你用黑晶控制我们为你卖命，毁了北斗星，现在还想毁灭地球。哼，你们根本就不懂我崇高的理念，我不是在毁灭你们，而是在进化你们。失眠、逃避、冷漠，这些低等负面能量纠缠着人类，可只要成为黑士兵，人类不仅能拥有像我这样强悍的机械身体，还能统一在我崇高的精神网络中生活，造就最完美的宇宙。什么精神网络、完美宇宙，不过是你黑化人类的借口。那你说，人类利用网络做了什么？多金网络逃避现实，伤害别人，这都是人类低等生物的证明。那是你只看到了坏的一面。人们确实会因为沉迷网络产生恶习，但我们也会用网络来学习知识，提升自己。没错，人们还能在网络上献爱心，帮助别人。我在网上交了很多朋友，是网络拉近我们的距离。
嘿，不要！我参加了达人比赛，网络能让我们更好地展示自己。嘿嘿，我给大家直播吃美食，大家都说我的视频可下饭了。那又如何？人类还有个最大的缺点，那就是消亡。张力，你能眼睁睁看着张默消失吗？哥哥，你们的胡博士年纪不小了吧？还有多少年可活呢？如果我把他们变成黑士兵，他们就能永远地陪着你们了。黑士兵也许能不老，但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人了。蒙迷，没错，那样的他们只是你精神网络中的棋子而已。别想把我哥哥变成黑士兵，那只是没有心没有感情的怪物。那有什么不好？黑士兵不会理解人类的真心，而我和哥哥和大家是因为真心相待才产生了珍贵的感情。亲人们总有一天要离开我们，但他们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，生命不会永存，但真心思念却可以代代相传。人类不就是这样美好的生物吗？没错，网络、数据、机械，这些东西或许能长存，但对人类来说，他们只是很好的工具。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有一颗真心。愚蠢！不过你们来晚了，很快地球上的人类就会全部变成黑士兵。不好，这根晶柱能催化黑晶球，当晶柱全部亮起时，大量黑晶就会从晶柱口喷出，感染整个地球。必须摧毁晶柱，阻止混元帝，大家启动超能晶甲。热情生活，心怀天下，热心晶甲武装。所以超人战斗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大家小心，上古剑。他先走一步，在次元球里等着你们了。这样接近不了他呀。大家一起上，分散这些数据流。哼，没用的。哎呀！什么？别挣扎了，一旦被关进次元球，就永远出不来了。神兽战队，等着被次元球变成数据吧。糟了，大家都被困住了。按混元帝所说，孩子们应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当务之急必须摧毁晶柱。晶柱连通晶元界内外，也许我们可以从外部摧毁它。渣渣，主炮充能，目标锁定晶元界顶部晶柱。周老师，立刻安排救回晶元界黑士兵。是。五字亮丽。什么？胡博士，周老师，这就是反抗我的代价。辉哥，爱冲，凶霸，回来吧，和我一起创造完美的宇宙。过去，我们被你控制，做了许多坏事。但现在我们自由了，明白了真心的可贵。我们绝不会向你低头的，混元老贼。我们一定会救出神兽战队。来！一群废物！不能放弃！赢！次元球的数据能量已经被我吸收了，爱虫，快毁掉它！蠢货，都消失吧！爱虫，我
我们拖住回原地，你们快去外面破坏金柱，一定要阻止回原地。可你们，快走！没时间了，召唤神兽金刚！好，召唤神兽金刚。圣金刚，转动！用真心拯救世界，无敌神兽金刚，合体！